台北的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你好，嗨，你好，各位来宾好，恁在记得迄阵罗斯雷在立法院在执行迄个行政院长甲迄甲几个官员的情况，啊，若无恁每工早起九点在遮食十毫克的瘦肉精，食三个月无问题，老百姓才来吃。结果你会记得迄三迄三。这三官员那坐面啊近的哦，唔加人，为什么？瘦肉精吃落去时，根据一切文献报告是，迄老鼠的睾丸会缩小。你知无？有。啊，来吃三个月来，变刚个人变半样咩？那敢吃？对无？因那敢吃？啊，老百姓无要紧，因为老百姓唔是官员呐，吃的死无要紧呐。啊，而且迄款的吃落。因为会增加雌激素，对女生有什么影响？会造成乳癌发生，还是子宫颈癌发生的几率也提高。你马英九，你外号叫岳不群嘛？啊，岳不群是安怎的啦？岳不群为着要连葵花八点的是安怎？定养起来嘛，送伊食无餐嘛。你哪话讲意思无？对不？好，谢谢，谢谢。哎，竹北林先生，林先生，林先生，洪毅你好，你好，林先生，你好。你拄啊有讲哈，马英九哈，是，有你讲，现在如果一味讨好，将来一定会更痛。对，我是想讲，这个只要套用在所谓公务人员的退休俸，对不对？他这个就是一味的来讨好公务员嘛，那是不是这个事情也要处理一下呢？是，另外哈，还有一件事我要问一下那个林淑芬林委员哈，咱今麦一楼十八趴，他也是算一个利息的收入嘛，那今麦二代健保所谓的补充保费的话，那18%是不是也要纳入？因为他一定超过，绝对超过2000块嘛，对，是不是安尼？没错。好，谢谢。好，多谢。来，接下来是桃园的黄小姐，黄小姐你好，黄小姐。你好。你好，黄小姐。咱这个政府哈，真正烂耶。那个瘦肉精根本就未使入来。咱台湾人啊，拢是比较较低下层哈。较唔惊死啦。别人叫拢死未完啦。所以讲。这政府哈，唔惊民的安怎啦？只要伊家己本身好就好。是安尼。是，好，谢谢哈。来，接下来苗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张先生，你好，张先生。啊，你好。哎，张先生，请说。大哥你好。哎，你好，嘿。因为我是一个拖拉机司机啊。哎，是。哦，啊，咱这有一点气啦。我较早嘛捌经过车，即马算人走车啦。因为遮油一直起，咱真正足侪家己走车吼，家己整车咧走，拢袂好啦。油气要太咸了。张先生，嘿，你好。我请教你吼，你即马是迄个西拖拉库？张先生，我开连接啦，拖咧连接车。连接车嘛吼。连接出安尼一工安尼油价起安尼，你差不多成本来加偌济？咱讲实在，有阵时啊吼，若家己整车的话啊，我是用车的啦。哎，对。但是若家己整的，有阵时啊会倒塌。哦。啊，你用车，你薪水你也无差。嘿，对啦，但是我是讲，以即卖时机来讲啦，已经整。咱讲实在，阮黄金也无去过啦。咱油咧去啦。大家拢咧去，但是阮的薪水无去，啊，过来。咱若家己整车，黄金运费嘛无去过啦。已经十几年都毋捌去啊。唔敢去。对啊，啊，咱讲实在，油气价恁讲啊，逐项咧去。咱家己运输部分的人都拢无啊，根本拢无赚着啊。啊，即马你塞连接车，即马行李好不？阮即马是搁还算稳定啦，搁勉强会过，因为阮算用车啦。我知，
我是讲头家的生意好不好？阮头家的生意阁算袂歹啦。哦，可以杀的啦，啊，但是有一寡某一部分的可能较无啊好啦。安尼吼，是好，多谢你吼。后来台北黄先生，黄先生，黄先生。各位来宾大家好。六，嗨，黄先生六。我有一个感受啦吼，我感觉瘦肉精甲鸦片战争的比较吼，瘦肉精比鸦片战争更严重。嗯。因为鸦片战争是有吼啊，唔惊死人去食。啊，所以就是大家拢会食，大细拢食会到的。所以我感觉这一个灭祖灭宗的一个政策啊。我感觉马英九吼，伊会当做总统，伊算较早有这个福分啦。啊，伊这愈坏愈好啦。大家算较早拢，大家拢弄细的无啥感觉啦，吼。啊，这个弄好大个吼，大家看较醒无？咱这主要是才三拍至五拍尔嘛，啊，弄个大个咧，看有迄走迄三拍五拍出来无啦？我大人讲说，惊死爱做官，啊，搁真好骗，又搁爱钱。是，我感觉这弄这个，我感觉是应该是台湾的福气啦。我是换这个角度来想啦。是是，福气哦。啊，弄个大个咧吼，啊，你这个雄咧吼。安尼吼。啊，你讲这今麦用完的时吼，啊，你还是趁天该拜的时吼。嗯哼。啊，目镜来会使甲阿扁啊做同学啦。好，王先生，多谢。来啊，杨梅的范先生，范先生你好，范先生。你好，范先生。郑大哥你好。嘿，范先生你好，嘿。我是觉得哦。现在什么东西都一直涨，马英九要逼人民吃瘦肉精，嗯哼，怎么大家怎么吃得起啊？嗯哼，吃不是，它是合法进口，嗯，还逼我们大家人民吃，嗯。嗯哼，好，我是所谓的就是你们讲的中下阶级的人，嗯哼哼哼，顶端马英九在顶端嘛，嗯，啊，你要靠什么累积，还不是我们中下阶级的人累积，嗯哼哼哼哼，好，范先生谢谢，来台南陈太太，陈太太你好，哎，红姨你好，嘿你好陈太太，我要请问一下哦，是，咱这。电甲油，啊，这拢起啊，遮悬。啊，阮这上阶级的老百姓是要哪生活？对无？啊，拢是社畜车，啊，这拢起啊，遮尔啊悬。陈太太，嘿，啊，你油起悬，你就去买油电车啊。他台湾总统讲的啊。较有可能。啊？较有可能，都无钱，等生活要搁去买迄种车。油电车一台才加几十万啊，尔啦。啊，我那无法度啦，对不对呀？你嘛经济遮尔啊歹着，嗯，啊，要找一个头路也无当找，嗯，啊，想要哪去生活？嗯哼哼哼，对，啊，亲像安尼啊，人就讲叫人第一食瘦肉精啦，嗯，啊像阮这善良人，敢买会起？嗯，啊无见我政府官员先试食看卖啊，嗯，先食三个月，啊拢无代志，还是半冬。拢无代志啊，咱老百姓较来食，安尼咁好。好，陈太太，谢谢。来，左营方小姐，方小姐你好。我要来讲啊，阿金。嗨，方小姐。嗨，你好。嗨，你好，你好。哎，大家好哈。嗨，是。哎，我建议马总统现在在那个惠州，嗨，拜访哈。嗯嗯。啊，我希望他永远哈去惠州哈 long stay 啊，不要再回来了。啊，然后就可以解决目前台湾的民生跟经济、政治哈整个问题呀。啊，好好好，啊，谢谢哈，谢谢。好，方小姐，谢谢。来，台北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哎，你好。有。哎，陈先生。我哦。哎。哎，叫民进党哦，是发动全省罢免啦。嗯。南洋的拢啊罢免啦，我说罢免马英九热身赛啦。嗯嗯嗯嗯。安尼哦，啊，立委啊来竞购。安尼油电也袂起价啦，嗯，对无？是，哦，啊，来以前南洋有买着，你若人数低，搁买一摆嘛是拼经济，嗯，搁袂歹，对无？你若全省啊，咱南洋即种的啦，啥物关系？
官商定期定下弄个罢免在人数咯，啊代表罢免马英九的热身赛啊。是好，陈小姐，谢谢来。新庄的陈小姐，陈小姐你好。喂，你好，陈小姐。陈小姐，嗨，你好。哈，洪姨你好。嗨，你好。各位来宾大家好哈。你好，嗨。哎，我有今仔日我要讲的议题哈，我要讲我家己个人的议题哈，要要求林淑芬立委哈，帮我一个忙安尼哈，文先生哦。这个医疗的部分安尼，林淑芬，你拜托一下，到三公节好不好？欢迎那徐水德讲，法院是我们国民党开的啦，我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呢？我先生哦，已经死了哦，还没死以前哦，都判他们哦没有医疗疏失啦，还伪造文书啦，抓了去哦，我们在意哦。在申请在役的时候，第一次有过，这一次哦，我先生已经死了，死隔天哦，他法院寄来说哦，没有医疗疏失啦，哦，不起诉啦，那个顶一届哦，过年就遐差不多剩即久的时间哦，去年哦清明节四月五号哦，甲你砍那个自由时报，甲他砍出来咧，砍出来讲因无医疗疏失，干那伪造文书起诉安尼啦，你是问立委，你帮帮忙好不好？会使无？我要求安尼啦，我们先生死个不明不白啦。陈小姐，我们没有，我们是一个小老百姓哦，我们真的拿他没有办法。我几乎每天我都眼泪洗脸。好，陈小姐，你把电话留下来好不好？电话，是，你电话留下来，我请林委员看能不能帮，请林委员看能不能帮上忙，好不好？你还接电话，也有电话啊。是，好，再拜托一下，好不好？陈小姐，多谢你哈。好，回来，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先休息一阵广告。